阿贝尔奖和诺贝尔奖有关系吗？阿贝尔奖是一项挪威设立的数学界大奖，每年颁布一次，是2001年挪威政府出资2亿作为启动资金成立的。其目的是为了纪念挪威著名数学家尼尔斯·亨利克·阿贝尔200周年诞辰和激发年轻人研究数学的热情。奖项成立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。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，是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所立下的遗嘱，利用其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。主要奖项包括诺贝尔化学奖、诺贝尔物理学奖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、诺贝尔文学奖、诺贝尔和平奖、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在世界范围内，诺贝尔奖通常被认为是所有颁奖领域内最重要的奖项。